你那视频多少播放？得几百万啊！我就那还给他关呢，我要不关他一直的往上走。就老三皮关注我的太多了，我最烦老三皮了。我看看你前头这个中网到底是咋回事，我都可惜。买的时候就这样，四 S 店提出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啊。对，提的时候就这样。你去提了他啊？我买的我不提，因为领修了前天不是这的，中网是改的。我不太清楚。打本了。咱家嘞，两万多公里，两万二。不过说是一万多公里是吧？我不知道呀，我跟你说的一万多吗？应该是一万多。我打估摸了，我也想着，因为这个车不咋开，我就打估摸，它大概就一万多。23.8元，19万多，知道。我看你抖音上，你还跟那个他拍过视频了。啊，我卖过一个叉五。啊，你卖给他了是吧？哦，他可有意思，拍视频。啊，我可喜欢他。这是可有意思。我喜欢他，所以我就卖给他了。我是后来我是觉得，就是二手车厂我认识可多了，觉得你比较实在，你是属于那种。我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了，我说咱来这个人，拍的视频可有意思。骑行视频，我是无意间拍火的啊。我不是有意。你那视频多少点子？不是多少播放？得几百万啊！我就那还给他关呢，我要不关他一直就往上走。就老三皮关注我的太多了，我最烦老三皮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是做媒体的，我不喜欢男的关注我。骑行圈不乱，半夜再回家。那得故意的，但是知道怎么抓点，想要爆起来很简单。你回来你可以去当运营了，说人家运营我的流量太少了。你主要你太平了，没有意思，就是天天就是卖车。对啊，你看我关注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就整个就是很平，然后你而且很实在，我关注你这。我今年本身想翻盘没了，然后说卖了，然后我就想说不懂，今年的经济有点萧条，算了吧，低调点吧。那甘蔗应该利润大吗？咱的利润不大，咱是薄利多销，一个顾客挣300-200的，就是咱的。隔转瓶能挣多少钱呀？那挣个几百块吧。才挣这少吗？啊，对。我看俺一个朋友，他媳妇都弄这了，他让人家隔转瓶上提1-2千了都，感觉。那反正各有各的道。你这车你没问问别的谁，他给多少钱？你肯定问。我得实话实说啊，我问呢。我问。啊，然后呢？那报价了没？报了。报多少钱？13万多。3万多。那你为啥我要14万多呢？因为我跟你说啊，一个月前我这个车要卖的话，都15万多卖了，我没有卖。你没问那个？人家弄别的了。他不弄二手车了？他弄二手车，但是他想往别的方面发展发展呢。我觉得拍了真是有意思。你拍的话，再掺杂一点就是戏剧性了。你也会火得很快，本身你就有基础粉。找我了基本上都是卖车了，都是确定的。对对对，就确定了。就是每个人的性格吸引不同的人群。保险还有吧？有保险呀。保险还有啊，保险得退。你把交强险给我。交强险也不给你。你要能退了你都退了吧。交强险退不了姐。是吗？那退不了都退不了。要倒是没让我给你写合同吧，让他中啊。能看见不能看你。1万多公里变成2万多，不是我盼恁都来，哎，我就盼恁来这看价，你看你又来了。啊，我就说一嘴啊，就这个写合同嘛，142。这个车没毛病。嗯，你看连底垫都没有换，当时这四 S 店给了底垫，本身我还想弄弄，也没有弄。我就这，我给你写了。Nice。